欢吃烤串的，今天可不要错过了。剁好的虾泥加入屏幕上调料，搅拌均匀。接着装进裱花袋里，插入一根竹签，边挤边拉。下花串一定要煎到微焦，这样子口感才会香酥。再来到甜品，蒸好的南瓜压成泥，加入白糖，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揉捏成团，搓成大约乒乓球的大小。外面的曲奇用到的是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，一打开就是浓浓的巧克力香。今天趣多多官宣了他们全新代言人郭麒麟，好家伙，都挺有趣的。不仅好吃有趣，表面上还有满满的巧克力豆，每一口都可以吃到。裹好芝麻，140度，45分钟。酥脆的趣多多曲奇包裹着香甜暖糯的南瓜夹心，再来一口香酥入味的虾滑烤串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